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，看一下我的盆景啊，特别是那个开花的那个野百合，开花了非常漂亮。唉，这个就是我自己栽的野百合，这下面这个是黄金老桩，非常有特色啊，这个百合头在下面。摘起来的，这棵高的呢还没开啊，这里是它的果子，花果啊。这个矮一点呢，这个开了，这里这个花苞非常漂亮。栽在家里面也能开花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每天要给它喝水。这个呢是黄金老桩，非常有特色的黄金老桩啊。这下面还是镂空的，看一下，这个造型非常漂亮，镂空的，而且非常大。这里呢是蓝天竹，根包石的啊，这个是石头啊，根包石的蓝天竹。那里还有一棵蓝天竹，是纯天然镂空过桥，而且还是大桩，不是小桩啊，大桩，叶子非常漂亮，很茂盛。这里棵也是啊，蓝天竹，这里都是蓝天竹。有喜欢盆景的朋友啊，给琪琪吱一声儿。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